出名堂。好似有喎，真係去到邊？喺度打波，有打波。可以準備開波今日。Mediators 對方制。開波啦，準備。正我哋派對。嚇？唔得嘅喎呢度，我哋專業嘅喎。OK OK。可以。可以。呢邊白色波啊！11号啊，伍家谦出先啦，系喺呢度赚少少，俾人偷到啊！今日 Mediators 全部都着晒新鞋，算住你球。呢边12号两分炒防守篮板系紫色嘅0号，0号传俾呢边嘅20号三分啊，炒咗。进攻篮板系紫色4号啊，传俾呢边13号啊。哎呀，呢边够啦！八秒进攻，传俾0号，五秒，做 jab step 传俾4号，呢边 kicking 啦，唔知有冇着咧，应该几好着 ，G D cut 啲，新嘅，系啊，卖咗卖啦，唔系卖噶 Nike 噶，识唔识噶你？今日你个 mindset 系啦，错晒啦你。今日八秒進攻，唔係好齊啊！五秒，明星喎，唔知邊個咩 ？Andy 喎，又係打出名堂，紋身師嚟，好靚嘅紋身，真紋身。哇！紋身師院，25号一個苗啦，八秒進攻，13。三個突破 ，floater 兩分有啊！25助攻啦，13号。兩兄弟，0号，傳俾呢邊嘅幾多號啊？呢個係7號啊！7號三分炒咗，防守籃板白色25号啊！戰術運緊啦，八秒，廿五三分，炒咗防守籃板0号，喂，呢啲咩事？同步咗，20号兩分炒 block shot 係12号，防守籃板係25号，要一個苗籃，要轉身兩分，炒咗防守籃板係深色0号啊！哇，呢邊白色13一個 steal ball， 92再轉邊俾25啊！五秒，25秒，全部啊！24秒啊！呢邊好似話原本其實係高比未死嘅話，呢個系列係即係高比嘅。好像是之後轉了名，聽人講。八秒進攻，13号三分。紫色4号進攻籃板兩分，炒咗波速係白色11，跟住防守籃板都是白色11。紫色犯規，犯規鞋。4号，紫色對犯兩次。哇屌，咁撚咗7次犯規。七犯。而家呢邊大秒進攻，加謙啊！哇！呢球背打可以啊 ，high line 啊！
紫色對犯三次零號兩犯換人，深色換人入。七彩戰隊都唔係好七彩，都可以接受啊。之前嗰仲撚離譜嘅事咯，嗰啲都 OK 嘅。白色、黃色就大鑊嗰啲，你入埋。三號一個交叉部 photo， 深色換人啊，點啊？十一號兩分，投咗防守籃板，深色廿三號，呢邊十三號再嚟一球兩分。換人啦，等等，十三大換人，有唔有？仲有十三號啊？有，兩邊都係十三。十三號第一球罰球炒咗。二球罰球，炒啊！換人啦，入多。轉身傳俾呢邊嘅三十號啊，新換入嘅球員啊。呢邊十三號犯規啊！白色對犯兩次，十三號兩犯。三十傳俾二十，二傳俾三十啊！踩界啊！踩界，白色波。進攻籃板十五號攞到加兩分炒防守籃板深色廿三，呢邊白色十五犯規啊！白色對犯三次，柳爺唔喺度會失望。會啊，但係見到有點賺都可以。咁佢講英超曼聯又輸一場，創傷後遺咯，含咗四零啊！咩事啊？一路食飯一路睇，我真係好啦！C 朗嬲咗，想打爆部電視咯，聽聞。咁啱買咗四零嗰啲真係，我買四零嗰啲發都大，有啲黐線佬買，唔出奇啊！呢啲進攻，廿五人，廿五分，三分。換人，入埋。調整夫都過嚟，好似。好似冇。呢邊廿三號一個，哇！好扎實嘅防守啊！八秒進攻，一個兩分，炒咗。進攻籃板，防守籃板零零啊，白色零零。十八號前，你三分入得球，冇射過啊！前邊十五號一個三分，炒咗。繼續都係白色波啊！到波，打翻出去俾十一，八秒進攻，要打啦，好再，
第一節上完20秒，會唔會係真係個咬地咁勁咧？個嗰啲嚇10秒 ，attraction 啊，係啲 OK。係 good， 走啦！5秒，超過10號，加個3分，好犀利！籃板係防板00。